这幸运方块还有点东西啊，裤子跟头盔，现在咱们都换上这种东西了，保护全是叉，兄弟们看着，各种保护叉，还带一些迅捷前行、水下呼吸、加生命值。我现在生命值可多了，哎呀，套娃呢？我这方块开不完了，朋友们，就在他这儿疯狂开方块，疯狂得黄金，这是为咱们打梦影做筹划的，是吧？知道我缺黄金做幸运方块，还剩根骨头。我把这骨头给这个狗怎么样？狗呢？狗不见了。这个西游狗跑的挺快，又套娃。好家伙，咱们这运气。哎，瞧一瞧。好吧，没有好东西了，兄弟们。这啥？煤吗？这是煤炭吗？碎石吧，木炭可以做火把。其实裤子咱不用要，火把咱正好没有。来，16根。全都做成活吧，我把这东西给那个修钩，那个修钩跑底下去了。过来过来，给你吃。哦，它就是我的，那就不用驯服。这边还有几个方块没搞定，本来我看看你们能干出啥。我天，这是什么？兄弟们香，我靠，好事成双，拿了金锭，还有铁锭，还有效率铲子。咱们不要东西给它塞上去，那边好像还有一个箱子，被挡住。哇塞，全是宝贝，保护、经验、修补。哎，经验、修补，好东西，好属性，咱留了留了。木炭给它扔回去，这鸡腿棍先留着吧。经验修补绝对是好东西啊，无论如何，经验修补都是要留的。我这相当于开出了一种道具箱，而且是末地，来自末地的，水下呼吸就不要了。看这里有什么值钱的，钻石跟这个黄金，还有就是铁，这几个东西对咱们还是比较有用的啊。看来这个方块还能开地形，兄弟们，结构装备什么的他都懒。我这一级出了几个祭坛了？谁数着呢，兄弟们？好家伙，你这疯狂套娃，一个方块当无限个方块玩，这什么？不会是铁装备吧？哦，黄金，哎呀，去又来大规模袭击。这河豚有毒，哇！这高版本的河豚居然弄出这种东西了，啥玩意儿？刚才还爆炸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头上这出了一个东西，还在闪，我不知道它在闪什么。这个扔了，河豚扔了，咱们拿河豚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也拿了，宝红寺的金护腿咱也不要了，还剩31个是吧？这是不是叫不死兔呢？怎么还会瞬移？我去，大法师呢？这就嘎了吗？那个掉不死图腾的是不是他呀？给我整智盲了，失明6秒钟。没事，咱先开。我这什么会飞的鸡，兄弟们，飞鲲，发现大量飞鲲，我会飞的鲲惹不起，兄弟们快跑！哎呦，既然我跑不了，那咱家都别跑了。给他们，烧昏兄弟们，看见没有？是澳洲青苹果，哇，得到了一个成就啊，得到了一个青苹果成就，挺厉害啊！往这边玩，这边比较地形比较干净一些，纯红色。我去，不干净了，快跑！哎呦，没了！还好我防御力高，还有爆炸保护，不然我已经嘎在这里。精准采集就不要了，什么东西 ？Got some 什么什么什么？他用我的账号发了一句话，不晓得这是干什么的。哎，商人，啥贸易武才能跟他交易？哇，这种商人要贸易？哇，我经验值不够啊！普通幸运方块能开出经验值瓶，我操，真伤！哎，点一下怎么就着了呢？我又没拿打火石，完了，早知道这商人要嘎，我还不如把他打了呢。打了我还能够赚点经验值。哎呦，这块也是没什么经验值啊，这是。又来一个呀？那这次我主动点行吗？我主动我们就会有故事。哎，我主动怎么也没故事，连经验值甚至都没掉。天云顶2楼瞬间单身，等你。哇，2楼，谢谢你。好家伙，给我这么多金苹果是吧？太安逸了。